谁啦？是生日啊！大家都生日啦！天蝎座，讲我，还先入境谁？日本小巨蛋啦！哦，我昨天从那个南山段走了15天下来。南山段哦，走南山段啊！人家说15天，人家说南山段是百越最难的一段，对，而且很严重缺水。我走了15天，然后。那个时候我听什么音乐？我听《三不一》的。我要讲，一句话，你走了十五，你去走了15天，对不对？15天，你真的很有空哎吼。不用赚，不用赚钱。白说，我听不懂他在唱什么，可是我觉得哎，有力量，有力量，到底有没有得到力量啦？有了。你现在再给他听，他可能还去走15天。哪一首？哪一首？得力量啊！得力量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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哪一首歌啊？得力量啊！好啦！我跟你讲，我翻白眼了，我用特效做了后面。翻白眼！你要我不行哦。没得唱啊！哦，可玛雅一个人，可玛雅人一人啊。不离乎奈乎，不可让奈乎，难打的木啊木啊。哦咦哦咦哦哦嘿哦咦哦哦嘿，好不好？别睡个饱哈，朋友。今天可以睡到饱了啦！谢谢宝仪姐哈，在这十几年来，在秋收的义工的主持，给她拍手一下。十年，对，准备要迈向20年。没有，是我要谢谢台东，真的是10年前，就是真的比较认真来台东，然后开始在这边交朋友，然后就真的每一年都来，然后，对我在台东捐了3部富康巴士。就是我们需要医疗车，真的對太远了。就是我觉得台东的人把我当家人看待，所以我也把台东的人当家人看待，然后让我们有想要，嗯，所以你不要再谈可怜的好不好？很好听，就是想要得到力量的时候，可以有个地方去。得力量，古人，的时候找杰心。耶，没有没有。真的谢谢宝仪姐啊，在为地方，在为台湾这块土地一直在奉献。她不是在台东，在任何一个地方有需要的，她绝对不会客气，而且会很勇敢的站出来。这样，她真的，她比男人还要男人，就像凯蒂布的女人一样，母系社会，只要要处理的，他们绝对是站出来的，好不好？你就加入他们的行列吧。所谓的推坑嘛，我有花一朵。酒过知情浓，花开花谢终是空。缘分不停留，像春风来又走。女人如花，花似梦。